这个是我们今天淘的这个机器，拿回来的机器都会标注的，就上面写的非常清楚。这个的话就是11的一个全网通电池100，这个是充电次数充72次，128G，这个是保修，是官方保修的，全国联保的，204天。这个我们拿回来应该在3500这样子，后面这一台是64，64的也是高电的，啊，90多的这个，就说这个有4台。今天淘的最好的就是这个12/64的，大部分都是在保修，一个在保修，两个，这个应该也在保修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个没有保修，四个，这个后面是118的，拿了5台，4台都在保修。你像这个的话呢，充电3次，电池100，再保275天，64G 的，这个价格应该在市场价应该在3000这样，成色也是非常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成色。这个成色的话呢，我们没有擦，啊，给强光下们看一下啊，啊，没有任何磕碰，这种的话它是99新的，99新的，还有这个再保136天的，这个是12 Pro 的256G，电池100，这个是99的，两台12 Pro，这个13 Pro，这个也很好，128G 的。充电12次，电池100，没吧？这是我们今天淘机的这个情况，啊，关注马哥，了解更多。